第41题，有关 F1、F2、F3 的大小关系，下列何者正确？我们知道我们有一个施力 F1 向右边，而它有一个加速度向右，所以我们知道呢，它会比它的摩擦力 F2 阻挡的力量来大，所以呢，我们的 F1 会大于 F2。 那么同时呢， F1 是手对木块的施力， F3 是木块对手的施力，这叫做作用力跟反作用力，所以它们两个大小应该相同，所以 F1 要等于 F3。 那也因此可以知道呢，我们的 F2 呢是小于 F3 的。因此我们看到有关于 F1、F2、F3 的大小关系，下列何者正确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B，F1 等于 F3。